大家好，现在我给大家分享勾一个这种款式的小包包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。这是反面，这是底，这是上边的篮。现在我用这种哈，这种这是在大创买的，大创买的那特粗的一种线，它是全棉的，全棉的线呢，就是勾一个这个包，勾一个这个包啊，这么粗的线。现在我开始勾哈，在手上绕两圈，然后呢从这边绕，在手上绕两圈，然后呢就开始勾啊。先勾三针，这是立柱啊，然后呢开始呢勾长针，11个长针，这是一个，两个，一共勾11个长针啊。看看用这头，这个线还是得用那个0.8的针比较好勾。现在我勾到1 2 3 4 5 6 7 8 9 9，再勾两个，十一呢，算这个刚才那个立柱呢是12个，应该是啊，再数一遍啊，这是基础，如果错了的话呢就全部都错了，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，一共是12，算立柱是12个啊。然后呢这个最后呢这颗线呢穿到立柱这来啊，把它跟这个，这算一行，这是一圈嘛，这一圈哈，一圈给放这，然后这颗线呢给它弄紧啊，弄紧了它，不让它有那个，不让它有洞，就给它弄紧了。然后缩紧之后呢就可以把这个线哈，可以把这个线呢就勾在里边就行，再给它勾3针3个立柱，1 2 3 3个立柱，然后就开始呢就勾在这个洞里边哈，在这洞里边就先就他妈的在这个里边，等一下哈，在最后这倒过来哈，在这里边不太好弄，第一针不太好弄啊，以后就好弄了。穿一下，勾一个立柱哈，勾一个长针，这就完了哈。然后呢，从这个针里边呢，勾一个立柱。再把它给弄过来啊，把这颗线呢勾到里边，勾一个立柱，勾一个长针，然后呢下一针的时候哈，这下一针的时候呢我们就勾花，长针的一半儿，
留两针，再继续勾长针，勾两个圈，然后三个圈缩下去哈，然后这儿呢勾两针，再从同样的洞里边勾长针的一半，再勾一个长针，再勾一个长针，等于缩过两个圈，然后呢三个圈一起套过来，这就是一个花，这就是一个花啊。然后下一针呢，下一针在这儿啊，咱把线得弄过来。这一针呢就是勾一个长针，下一针这一针哈，再勾一个花，再勾一个花，把这线夹在里边哦。长针的一半儿，再勾一个长针，套过两颗线，剩三颗线哈，一起把它穿过来啊。然后呢这是勾两针，再勾一个长针的一半儿，长针穿过来就到这儿了。然后呢再弄一个长针穿到过两颗线，穿过两颗线，再这三颗线哈一起穿过来，这就是一个花，这又是一个花啊。下一针呢，这一针哈，把线还得继续的给它穿到这里边，就勾一个长针，然后再下一针再勾一个花，半个长针，这个线得绕过去，ちょっと待ってね。三颗线一起，然后勾两针，行了，这个线已经绕了不少了哈，就不管了，一会儿用剪子给剪掉就行了。这一半哈，再勾两颗长针的一半，这是长针的全部，就给它勾过来了哈。这个又是一个花，以这种形式一直勾到这头啊。一会儿我再给到这头再跟大家那个讲解。好，这是第二圈的，马上就要到这头了啊。最后这一个立针哈，就是最后这个长针，然后呢就开始合并了，和这头就开始合了哈。合的时候呢是这样子，把这一针呢同样穿到这个里边，它等于就是那个花的一半，一开始的是一半，最后勾它那个另一半哈，开始也是同样的哈，是长针的一半，然后呢这样子把这长针给勾完，然后呢两针呢中间那个哈，然后呢给它从这儿给它合起来哈，这个就是一半的啊。那现在咱看一下这第二行呢，一共是一个花，两个花，三个花，四个花，五个，六个花一共啊。好，现在开始呢勾第三行。第三行同样是一针两针三针啊，三针，然后呢勾它的那个一个
立柱哈，立柱给它穿到这俩啊，穿到这洞里边啊，这洞里边。长针啊，长针，这两个呢就等于那个一个花的半个花啊。然后呢，下一步呢，下一针呢就是刚开始的，刚开始这一针哈，一针现在咱给它变成三针，长针一针长三针，这个不理不管哈，这针不管，这针是原先的上一行的这个花哈。那么从呢它这儿开始哈，从这儿开始，从这个地方这一针的上边哈，这一针的上面长成三针，一针长成三针，都在这一个洞里边哈，穿啊、哦，三针，然后呢继续开枝花，还到这儿。现在就开始好织了这个花，因为刚才呢就是每个花的中间都是两针啊，给两针，所以这有个洞就大，就好勾，这样子长针的半个，再勾半，再勾一个长针，这样子啊，三针，然后同样勾两针，再勾一个长针的一半儿，长针的一半，再勾长一个长针，全部勾下来，三个圈勾下来，这就是一个花。下面呢，这是刚才的那个花啊，这个是刚才的那个上一行那花，中间这个呢，从中间的这一针里边长出三针来啊。长三针，三针，然后还继续织勾花，明白了吗？再从这里边，勾两针，再勾花的一半儿，长针的一半儿，再勾一个长针，好，一直勾到这头啊，就是第三行，然后呢再开始勾第四行啊，我勾到这头再跟大家那个展示吧。好，现在第三行的啊，到勾到最后了，勾到最后呢应该跟这个合了哈，那么呢现在开始呢勾它，同样的，同样在这个针这个洞里边哈，勾半个长针，再勾一个长针，穿两个圈，穿三个圈哈，然后呢两针，然后和它呢就是这个并到一起啊、哦、和这个勾面，哎，这就是一个花啊，然后呢同样是第四行，一二三四，一同样每行都是一样哈、啊、勾三个，勾三针，一二三，勾三针呢，再勾一个长针，长针的勾法把它，把这个长针穿到这个洞里边啊，穿到这个洞里边，我又弄成，等一下啊，勾面呢，长针完了哈，那么呢这第四行呢，第四行在这三针里边呢那个加五针，加出五针来，这五针呢是
1、2、3哈，大家看得清吗？这边是个花哈，这边也等于是个花，一二三得三针哈，看这儿，一二三，这也是三哈，从这针加两针，这一针不加，这儿加两针，一共加出五针来啊，从这儿加。一针，再给它加出一针来。这针呢不加，这针呢就是勾一针。那么最后这针呢，再给它加出一针来。那现在呢，这就是五针了。现在呢，再开始。再勾这个花，这个花一直就是，等于这书包一直有这个花。勾一个花，再说一遍哈，这三针里边加到五针，第一个哈，第一个洞里边，第一针里边加出来两针，一针两针，中间这针呢不加，就是松松妈妈就勾一针就可以了。最后这一针呢，再加出两针来，有点儿，这针错了啊，有一颗线，好。加出五针来啊，加出五针来，等于就是呢，这五针的地方呢，这五针的地方就这一直就是五针啊，一直就是五针。这个花的地方就是这个地方，这个花就是这个地方哈。那么一直就是这第四行一直就这样勾，对这个边儿呢，还是这勾到这头呢？锁针最后完的这一圈的时候呢，同样和第二圈、第一、第二圈、第三圈是一样的方法。然后呢，中间这个四针哈，这五针，从三针加到五针呢，一直就是一二三四，第四圈加到五针，五圈六圈是同样的，不涨不缩啊。好了，这第四行呢。第四行呢就是这样勾，等于五个长针。然后呢，第五行、第六行同样不涨也不缩，五个长针。然后从第七行开始再变换花样。你学会了吗？再见。